演唱我片。们第一次拍照就哦，拍这个，完蛋 完了！蛋哟，我是 Ira。对，今天呢，因为刚刚跟俊讲跟 Tommy 吃完饭，然后他们突然就说想要拍一个企划，就是去汽车旅馆，我现在就跟他们去汽车旅馆了。我人生第一次去，不好意思，然后就跟你们去了，好害羞。你们两个男生带我去汽车旅馆，然后好可怕哦。现在差不多晚上11点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去吧。好 ，Go。哎，就是这里。原来我们真的是走路进去的。我本来以为是车走的路，结果不是大开车，大开车。你开车，好漂亮哎，我觉得很美哎。第一次来都不会。哎，很酷哎，这样子，它就是一格格。对啊。所以这个已经是房间了吗？对，真的哎。有人的话就是关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真的新手。这三个人什么都不懂，好好笑，我觉得。刚刚那个服务员都以为我们是要过对做那些，因为正常来汽车旅馆也是，就是好好的休息吧。只有我们 YouTuber 才会这样子过来纯拍片。他们有不同的房间，就是不同的主题。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有两个房间？是因为本来我们打算要一个房间，结果他说因为我们三个人，我们不能只用一个房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两个房间可以用。是芭比跟恋恋玛姬，不是什么？听起来很女生。对，好像有一点感觉。因为讲电台，他就很开心。哎，我很期待，我第一次哎，513，哎，我们房间很远呢。在哪？我们513在哪里啊？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走路过的。好酷哦！要脱鞋，哦，还要关门哎，哦。啊，你一进来就关这个，很有经验。哎，直接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插电，哇、哦，这是芭比，烟味很重，我觉得第一个是。刚刚有人抽烟吧？是刚刚结束吗？啊了，竟然没有色色的杂志，我以为都会有哎，完全就是时尚杂志。对，找到了，妈妈找到了哦，保险套。哦，哇，还可以有 feel， 有 feel， 蛮厉害耶，可以当也可以调整这么多。就先在这里，然后男生就这边看嘛。啊！哇！就这样子。你太快了。太快，快一下哦！好好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拍影片的封面，然后就是导演，然后要我们，导演，我们要这样躺下来。导演，我觉得好像在拍 A 片。我们是 A 片的导演，好不好？你先躺下去，然后你让他再看键盘。好的。然后 Mira， 你也性感一点。好。是这样子吗？等等，他们都做这样吗？我不知道。然之后呢一间房咧，大致上系咁样，真系比我想象中细好多。因为入到嚟就系张床，跟住呢个厕所，跟住个缸几好坐嘅，但系就比较普通咯，我觉得。咁因为我哋非常之好彩，我哋有两间房啊，所以咧呢一间房嘅介绍咧就会喺佢哋嘅 channel。我们现在就去别的房间去看。对 ，Go Go。我哋谂住嚟500嘅时候，跟住佢锁咗。我觉得他是保安，所以他就会关门。哦，很熟哦，第二次哦 ，Tommy。哎，真的完全不一样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比较美，可是这个比较像一般的饭店，这个比刚刚漂亮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色色的东西。保险套有超薄型，对。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润滑剂吗？那其实基本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嗯，也是可以免费吃的这些东西。看我们进去那个后面是厕所的部分啊。哦，哎，它这个比较漂亮耶！你们两个可以进去了。我们三个可以进去。
哦，很大哎、欸，真的三个人耶，嗯，真的、欸，但是你不会按到我，很怕你按到。泡温泉的概念啊，这边本会男女一起泡，不会，所以你们没有跟女生朋友一起泡。因为我们要裸体啊，怎么可能？可是不是说就是也是会一起进去，只是你不会故意看这样子，比较少嘛。真的，刚刚那个就有点一点点小色色的感觉，然后这个没有。可是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的 motel 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我想象中的可能就是很漂亮，然后很多那种可能情侣会用得到的东西，但是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像饭店的一个地方，有一点无聊呢。怎么办？因为这里是听说台湾最有名的汽车旅馆，所以我以为有很多什么特别的东西。因为可能刚好我们是最便宜的那个价钱，因为我们是2个小时1500块，它因为还有1700-2000块这样子的，搞不好它最高级的就是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，也不一定。对。所以你们会想要再来看那个吗？会，对，明天要拍吧。跟谁？也不用拍吧？为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不知道。很帅，天哪！我们在别的房间做了这种事情，导演。可以，这个是我们的纪念照片。我们第一次拍照就拍这个。完。一定不会忘记的那种，对，很有回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 hotel 初体验呢，非常之算不算成功呢？我觉得挺特别的这个体验，因为第一次入来，其实因为今天是平日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集都有落了下来的，就是只是有客人，即是平日都这么多客，都挺受欢迎的。原来 motel 这件事，因为我从来没去过 motel， 不知道 motel 是什么一个形式的地方，然后发觉都挺得意挺特别的，即如果可能想休息这样2个小时睡下觉，其实都 OK 的，如果可能你没有地方去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呢非常的圆满的结束了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帮按一个赞吧，然后记得按订阅还有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，然后去看三人这篇频道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拜拜。